跟大家讲个小秘密，你看哦，当我还没绑起来的时候，我扣起来的时候，它已经有一个自带腰身，它这边有帮你测一个双线，还有它完全不紧身，这块布料非常的软，所以呢，在夹口上穿这种外套，你也不会觉得有一种紧紧啊不舒服不好活动。你看打开一样有腰身，打开的排扣也非常的漂亮，打开呢整件单层没有任何的内里里布，就是为了让大家夏天能够凉下，整件收起来就只有这样的大小，所以呢，它完全不会厚重，完全不会闷热，这个颜色大家也不要怕显黑，它也不黑，它是很标准的卡其奶茶的感觉，所以让你的肤色不论是黄还是自然肌还是白，我觉得它都是会综合大家的一个视觉效果，不会让你暗掉黑掉。如果是你有人当外套的话，我就很随性的打一个这种风衣外套的结，好，就这样子，非常的好看哦。因为它的肩膀有这种小澎湃的公主，所以我一绑起来，你会发现我站远一点，我的腰变很瘦 ，A 字摆的小裙裙，让我的正面、背面整个人超级显。它不算是西装那种雪纺面料，它是类棉质，然后它是非常典雅的这种排扣。